这趟得去10年。哎呀，太久了。哎，小周，哎，去跟他们说一下，3年，我觉得3年差不多了。涂总，这个申请不了。你好好跟人说一下，要不我再加2年，5年总可以了吧？这个真申请不了。你好好跟人商量一下嘛，凡事都有商量的余地，知道吗？这怎么商量嘛？商量不了啊。这10年太久了，那回来以后我孩子都不认我了。再说了，我老婆跟人跑了，你负责？那我也没有办法呀。还是，行行行，10年就10年，我认了。啊，这样我提个要求啊，至少1个月放我3天假。放不了。我说你怎么这么轴啊？你好好跟人商量一下不就行了吗？行，我知道为难你，我让一步，1年放我10天假，可以？真放不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我提点要求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让人提要求了？这都怎么了？王琴，哎，医生好。顾律师，你给我想想办法，2年放5天总可以吧？要不5年放2天吧？顾律师，什么人呢？都敢跟我讨价还价？这事能商量吗？这事不能商量，还提要求。咻咻咻咻咻，短。陈翔6:30。